音乐甜心卓文萱暌违三年再度推出新专辑《卓乐感》，各艺厨艺都在升级的他，用长料理 PK 揭开这次的专辑宣传。画面记者会现场还请到好友陈珊站台，卓文萱更呼应主打歌《Dreamy Dreamy》，给了陈珊一个爱的 Dreamy， 好听，它香香的，它会是我喜欢的人，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贴心的男生，然后小所有的小细节他都会记得很清楚，然后又会其实也会做菜，也会打扫家里，又会健身，然后又有才华。不仅卓文萱夸奖陈珊好好听，连陈珊也觉得卓文萱的条件好到可以即刻出家，以一言我一语的夸奖让两人的来电指数迅速上升。其实我平常还蛮会流汗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比平常更加的心跳加速，所以应该是就是卓文萱害的。是这样吗？可能我想应该是吃那个朱咪的那个创意料理了。没有，卓文萱非常有魅力的，对，在那旁边有时候还是会紧张。我觉得他的手艺很厉害，已经是进阶到可以嫁的状态了。因为身边的人都会说，就是女生一定会煮菜，然后这样子其实男生很喜欢，很加分。然后我觉得卓文萱今天除了是女神的姿态以外，连厨艺都很棒，所以真的可以嫁了。嫁给你吗？这种事情就先不要跟大家分享，也没有什么。两人在记者会现场爱的告白，让卓乐感的宣传多了粉红氛围。相信有了陈珊的大力加持，卓文萱的新专辑也能闯出好成绩啦。有导演。